She's working on it. Yeah, we should start any minute. 还是给我等一下。那我就一会儿我先问吧。你先问，你先问。哦，可以 ，OK。你走，你走。是。OK，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浪的直播现场，我们现在在2020年科学突破奖旧金山的直播现场，现在是走红毯的环节。我这科学突破奖呢，也被誉为科学界的奥斯卡，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科学家和好莱坞明星一起走红毯。下面马上就要过来的是科学突破奖刚刚宣布的 Junior Challenge， 也就是青少年挑战奖的得主，他的名字叫 Jeffrey Chen， 是一位华裔的少年，也是华裔在旧金山的第二代新移民，所以马上他就会过来了，我们将给大家带来对他的提问的直播。太搞笑了 ，No, just him， 就现在还是在里面吗？对。好，在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就为大家补充一些科学突破奖的一些背景资料。那么，科学突破奖是由硅谷的一些创业者联合在一起来。赞助和支持的一个奖励给基础科学研发的一个奖，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科学奖。那么有哪些人赞助了这个奖呢？它其实有谷歌的 Sergey Brin， 然后有硅谷投资人 Yuri Miller 和 Julia Miller， 还有 Facebook， 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脸书的小扎克伯格和他的夫人Priscilla Chen， 当然还有我们从中国来的一位大佬，那就是腾讯的马化腾先生。好，我们不知道今天马化腾先生会不会来，但听说有一两位中国的企业家也会光临红毯，所以我们现在拭目以待。你应该不在画面里，对，所以我们这一次到达旧金山的这个科学突破奖颁奖现场的呢，还有中国的各家媒体。首先站在我身边的这个是澎湃新闻的记者。对，澎湃记者，不知道你现在有什么感觉？我现在很奇怪，就是我来自澎湃，然后我出现在了新浪科技的直播的画面里面。然后，但是大家好，我今天对也主要是带着任务来和大家一起，就是把这个采访做好吧。对，澎湃科技呢，其实是科技派这一块，其实非常注重科学方面的报道，所以我们邀请到了澎湃的这样的记者，他经常采访科学家。最近采访的一位科学家是谁？最近我们应该是在上海滴水湖，上海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然后采访了就是一些诺贝尔获得者，包括2017年的那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巴里什。以及还有一些日本的化学奖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野一良治。然后我们现在比较关心的问题是，就是中国现在对这个科研投入都非常的大，那中国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得诺奖呢？这个问题我们会就一直在和这些科学家一起在讨论这些问题。 对是这样子的，我们发现今年就是突然发现有好多科学家来中国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啊，然后各种各样的活动，尤其是您刚才提到那个在上海的那个顶尖科学家大会，来了多少？四十四个，对吧？对，这是非常大规模的诺奖得主。能够来44个，但是有60个顶尖的科学家一起来到了中国，所以中国在科学方面的投入和关注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这个科学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每年都有中国人或者华裔得奖。那么今年呢，就有两位，对，中国人，当然今年是两位非常年轻的青年科学家获得了那个新视野奖。
待会儿当这两位青年科学家来到红毯的时候，我们会为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很多人会，其实说不定已经对他们非常熟悉了。一位是数学家，一位是物理学家，对，而且这位物理学家还是一位女士。对，其实我们也比较关注，就是女性科学家在整个就科研里面的一些担当的一些力量或怎么样，对吧？也很想了解一下他们在科研这一块有怎样子的表现。没错，对，对，像去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庄小薇来获奖的。庄小薇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性的科学家，她曾经是学物理的，后来转成学化学，所以这个就是天才跨学科的这样的一种科学家的这个脑回路，我们正常人是无法理解的。但是庄小薇现在在获了科学突破奖之后，现在庄小薇已经非常的有名了。她在之后今年陆续获得了其他的几个大奖，这就是作为女性在科学界给我们的一个算是一个榜样吧。那么我现在马上要过来的这位是一个青年挑战奖，就是少年组的，其实才刚刚是高中毕业，现在可能大家能够听到的一点点的那种噪音啊，刚刚是因为有飞机从我们头顶飞过，甚至有可能是战斗机，我们现在看不到。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地，这个是在 NASA， 就是美国宇航局，这个场地里面有非常多的飞机。现在它是一个主要是一个研究中心，但同时也是一个机场。好，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今年的青年挑战者，也就是 Junior Challenge Prize 的这个得主 James Chen。Jeffrey Chen. Amazing our universe. And so, I chose neutrino astronomy because it's this new form of astronomy that describes the universe not through light, which is what we traditionally use, but through particles. 待会儿那你就问问题的时候，但要不就是我在这儿说嘛，就是你比较好。It's really now that we're starting to be able to observe the universe in multiple ways that not only include light but also gravitational waves, neutrino astronomy, and quantum gravity.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here today? I'm really honored and extremely excited to be here. I'm a little nervous and overwhelmed, but I'm just trying to take it one step at a time and see how it goes. How?好，我们现在其实就还在等待的阶段，因为走红毯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这个过程，有明星不断的到来，一波一波的，也有科学家在一波一波的到来，所以我们在等待科学家跟之前在站在我们前面的媒体聊天，聊完了之后到我们这儿。所以可能我们平时在电视上看到走红毯是比较紧凑的，那是实际上是不是直播的那种形式，当时直播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延后。好，我们现在应该是差不多半分钟就可以为大家带来跟 Jeffrey Chen 这位刚刚高中毕业的年轻小伙子的对话了。I'm extremely glad that I did, but I think now I have kind of an obligation to both people around me and time to continue to use my opportunity to, I guess, benefit society in whatever way.刚才这位工作人员告诉我的是，陈志坚教授，也就是去年科学突破奖的生命科学奖的获得者，也将马上进入红毯，然后他也将和我们来对话。他陈志坚教授的英文名字叫 James Chen， 现在他是在免疫学方面的顶尖科学家，也基本上是那个首屈一指的了。对，陈志坚教授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在科学界这些其他的科学家们叫他魔术师，
因为他非常的聪明，而且跨界经常会想出特别奇妙的主意，所以他在这个美国这边的话，科学界大家叫他 magician。Jeffrey, hi. Come here. Jeffrey, we are from China, press from China. Oh, yeah, nice this to meet is the you. Paper. These are all the science, science media. Oh, hello. Yeah, we have a few questions for you. Yeah. But, so first of all, maybe just one question. How do you feel about winning the Junior Challenge Prize? I feel really honored and I'm really excited to be winning this. I'm a little overwhelmed, but I'll try to take this one step at a time.How old are you? I'm 17 years old, and I'm a senior in high school. Yeah. Mm-hmm. Are you about to graduate? I'm going to be graduating in June. Yeah. And have you decided which university you want to go? I have... Right now, it's still the application season. I just applied to Stanford University. Oh, wow. So Stanford is your favorite. I guess, yeah, you could say that. Stanford has amazing opportunities that I would love to take advantage of in the future. I'm open to seeing what college accepts me and what college I do go to. We know that the project you're doing is about the outside space. Yes. So do you really believe there's odd life in the space? Question is there life in space? I say, yeah. Mathematically, it makes sense if there was life in space, just because it's just, space is just so huge, so much stuff out there. I think most...definitely won't be life that we know of here, but I think it's reasonable to say that there's life out in space. Just give me 1 sec, I'm translating what you say, because we're live streaming this interview to our Chinese audience. Oh, okay. Okay, 所以刚才这位小伙子 Jeffrey Chen 呢，他刚才说他是相信有宇宙在地球之外是有其他的生命的，因为在数学上来讲的话，这个是有道理的一件事情。我现在让他给我们多多介绍一下他获奖的原因。So what what's the reason that you're winning this junior prize? Yes, so I won the Breakthrough Junior Challenge. It's 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where you make a 3-minute video explaining a complex topic in science and mathematics.And a lot of people from a lot of different countries submit, and I submitted my video and I happened to win. Yeah. Yeah. And what's your video about? My video is about neutrino astronomy. It's this new form of astronomy that lets us observe the universe through tiny particles called neutrinos. Wow.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spend the prize? I know that the reward is very high,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spend it? What's your plan?Yeah, so the prize that I receive, it's a scholarship, so it'll go to whatever college I end up going to. Oh, okay, okay. So I don't have to pay for college. Okay. Yeah. So, and another question, actually in China, there are many teenagers like your age. Mm-hmm. Do you have any suggest for them, because you win the breakthrough prize? Yeah. What keep you very interested in science? Yeah.I'd say, should I look at you or at you? It's okay. Oh, okay. I'd say pursue... Science is definitely a really important part of society, and to people who are naturally curious, who are naturally drawn to science, I say no matter what other people tell you, make sure you pursue it because those interests will get you really far. Wow. That's good. Yeah, well answered. So are you going to be a scientist in the...This is your dream, right? My dream is to become some kind of scientist, yes. Yeah.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所以刚才对他这位，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理解对了，就是他刚才讲他获奖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了一种很微小的一种形式来看宇宙，是吗？对，是。他大概是我其实刚才也在想我的自己的问题，然后没有特别在注意这个。对对对。然后他刚才我们又问他会怎么用他的这个奖金，他说这个奖金其实是一种奖学金的形式，会随着他到那个到他的去哪个大学，然后这个会给他用到他哪个大学上面，然后以及他的梦想也是要成为一个科学家，然后他给大家的。对，好，那我们后面也有一位新的那个嘉宾来，对，陈志坚教授，那我们一起来采访一下他。对，陈志坚教授，今天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去年您是生命科学奖的得主，
那么今年我们又见到您了，这一年你有什么新的消息或者好消息可以带给大家的呢？我们过去的一年也一直很忙，对，就是一直争取，就是在做出新的发现，在我们自己的这个领域里面有争取有新的突破。我知道您是在免疫学这个领域中间的这个算是学科带头人，然后有没有什么比较新的突破呀，或者是在药物方面或者应用方面有给大家带来什么新的消息吗？这是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希望我们的发现能够最终能够对治疗疾病，比如说肿瘤还有一些致免疫的疾病能够做出一些贡献，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还在努力当中。我相信那个我们都是来自那个国内这一块的媒体，然后您今年第二次参加这次的一个突破奖嘛，您第二次来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就是觉得这个奖和国内的一些奖项，因为国内其实现在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些奖，对，你觉得国外的这种奖和我们国外就国内的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也参加过国内的一些奖，比如说这个未来奖过几天国内有这个未来的大奖我想就是说跟这个突破奖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这个目的也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鼓励年轻人能够从事这个科学，从事创新能够让整个社会多支持这个科学研究，所以在这一些方面都是有共同的地方我觉得这是非常可喜的一方面。我是来自知识分子，我想问一下您怎么看待国内的就是免疫学发展，因为这两年就是它的就是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然后的话就是它的研究方向跟国外的话有没有一些差异，或者说为什么国内的就是免疫这个领域的话发展就是会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个现在大家也都认识到，就是说免疫对健康对疾病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个肿瘤的这个免疫治疗现在有很大的突破那所以我想中国美国全世界都对这个免疫学都是非常重视我最近也刚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一个免疫学的大会，是国际免疫学的大会，参加会的有超过6000多人所以我想这个免疫学是一个是一门就是说发展很快的一门学科。那么国内现在这几年呢也是有非常快非常大的进步我想这方面呢我肯定是会做得越来越好陈教授你好，我是那个腾讯科技记者，然后想问您一下，就是说您对今年的这个大奖的话几个获奖者的话您最感兴趣是哪个领域，然后对于这个领域的话您觉得有未来有哪些期待？今年得奖的就是生命科学这几方面这一个方面呢就是如果说我什么感兴趣的，其实我都感兴趣有比如说这个 Virginia Lee 他得了这个奖是关于这个老年痴呆症这方面的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有一个是 Leptin 这个中文叫瘦素是吧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再来就是像这个 David Julius他的发现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他发现了这个痛的这个受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发现还有这个 protein folding 就是蛋白的折叠这个是非常基础非常非常根本的一个问题所以
我们也都参加了这个评选，就是作为以前的这个获奖者，我们也都参加了评选，我们觉得这些都是叫名至实归的一种我感觉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说到那个痛觉的那个生理机制，就是它是吃辣椒和吃薄荷的时候让你感觉到热和冷，实际上也是因为相当于它 hijack 了这个痛觉的这个道路，是吗？这个神经的这个道路是吗？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和科普一下对，所以他发现了这个受体比如说对你像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辣椒薄荷这方面，这个这些受体，我想就是说这个它的意义呢，就是如果说从这个应用上的意义，可能就是说跟这个痛觉会很有关系，那就希望性的一种痛觉，不是应激的那种痛觉，这也是急性的一种痛觉，对，是急性的一种痛觉。那就是说，希望这方面的进一步的发展，也能够以后开发出，就是说这个治疗这个疼痛这方面会有一些重大的突破。当然现在还没有这方面的药，但是我想很多公司也在这方面，我们现在治疗疼痛一般都是 morphine 这样的药，对，会这种药不太好的地方是不是会产生药依赖？对，然后以后想要再发展的那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治疗这样的痛觉的药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对，你当然希望就是说副作用会小一些，不会有这种依赖性那我想还是需要有几年的时间才会有这方面的药。对现在就是国内的话就是对科研这块投入也很大嘛，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也会在关注说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得诺奖啊，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就科学家得到全世界的一个认同，您是怎么看待这一块的这个投入能够带来什么？然后对我想现在这个国家对科研非常重视，那现在这个投入呢，我想总有一天就是说是会有回报的，就像日本它这个对科研的投入也是二三十年前，然后他们就是说也一直就是说有这个诺贝尔奖得主的产生，所以就是说从这个科研的投入来说呢，不像这个奥林匹克这种这个竞赛，你这个在对，因为而且像这种这个重大的突破都是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像这个诺贝尔奖，你从这个最早的发现到得奖，一般来说都是要二十几年，所以这个就这方面还是要有耐心，就是相信你只要有投入就会有回报。成长吧，就是怎么你会有对青年科学家给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建议吧？就是如果他们选择，比方说大学生他们选择走科研这条道路的话，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就是做科研嘛，最主要的就是说你有这方面的兴趣，你有这方面的兴趣，再有这方面的才能，然后你这条路走下去，我想你最后总是会有成果的但是有很多科研的年轻的那些学者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正在读的博士或者博士后，他可能会担心出不了成果，因为在科研中间往往是你不会有一个既定的一个目标去证明的，往往你最后证明出来是什么都没有，那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哲学去引导自己？首先你就说你要能够享受这个科研发现的这个过程你就是说有时候你可能这个实验没有做出来你
并不等于说这个你的科研是失败的，因为你就是没做出来的这个每一个实验都让你学了一些新的东西，所以就是说你只要喜欢科研，你就会就会从这个实验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探索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一直会有一些新的收获所以我想就是说最后你只要有这方面的兴趣还有这方面的付出，还再加上这个持之以恒的努力再加上一点运气我想总是会有收获的。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国内的一些评价体系，科研评价体系，你会不会觉得太急功近利了一些呢？就是，我想这方面也一直在改进，比如说现在就是说有一些这个科研资助的一些机制，它也是鼓励就说这个就是稳定支持，然后也是不是靠你数文章，而是靠就说是不是有真正的这个重大的突破所以我想就是说总的情况是越来越好好，来这边。哦，常师，我们知道的2018年的话，就是肿瘤免疫获得就是诺贝尔奖就是，但是这个就是领域的话，就是仍然有很多就是未解决的一些问题，包括它的就是总体有效率不是很高的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到这个领域的下一步前沿？就是说它怎么开发的话，就是把它成为一个更好的治疗病人的这种手段。就是您说的很对，就是说肿瘤免疫虽然这几年有很大的进展但是就是能够受益的病人平均来说也大概只有20%-30%左右的病人对现在的肿瘤免疫的这个方法是有反应，是有用的。那么也就是说大多数的病人70%-80%的病人还是没有用的，那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努力能够就是说更多的了解这个免疫系统然后再比如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办法，比如说联合的疗法，还有一些新的办法，比如说还有基因编辑的方法能够使更多的病人对这个免疫治疗能够有反应有效谢谢。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年轻的科学家现在比较迷茫，说去哪里找博士后的工作你觉得中国的博士后的工作好找，还是美国的好找，还是欧洲的，还是去其他地方？你自己的观察来看的话，找工作去哪儿？做博士后我想就是说就年轻人能够到国外走走也是很好的事情，就当然国内现在的科研的条件也是越来越好，所以也有不少学生他毕业以后就在国内做博士后当然这个就是说也是好事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说看他们想学什么，就是说这个学科的前沿在哪里，做的最好的实验室在哪里，然后不管他是在美国或者在欧洲或者在中国，你只要找到这些实验室就行了呀。好，非常感谢陈志坚教授。好，谢谢。好，待会儿里面见。OK， 陈老师，好的。好，刚才是陈志坚教授为大家带来的直播，回答了我们很多问题当然在红毯上会比较乱，会比较吵一些，所以有很多科学方面的问题陈老师可能没有办法特别好的回答，但是我总结一下，就是在免疫疗法中间陈老师他的研究是非常前沿的，而且他自己本身所达到的成就也是这个免疫疗法免疫的这个研究中间的
在非常前沿，非常算是泰斗吧。如果当然他很年轻，感觉泰斗都是白胡子老爷爷，但是他的地位的确就已经是在那儿了。所以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就是就比如说亨廷顿。就是症，或者是老年痴呆症，这些还有一些癌症，这些都是陈志坚教授的最基础的生命科学研究中间所要想要去企及并且突破的，为大家带来就特别是病患者带来光明的这样方向。所以这就是他和跟他一样的这样的科学家一直在努力的一些方向，希望这些困扰着大家的病症可以早日解决。好，下面马上要来的这位科学家，我为大家做一下介绍，稍等。下面要来的这一位呢，他是2019年突破奖的得主，他是在物理学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得主，Daniel Freeman。等他站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问他几个问题，可能需要科学记者来帮忙问一下比较专业的问题。但这位科学家他主要是研究宇宙，还有 gravitation， 也就是引力方面的。今年其实2020年突破奖的物理学奖是给了第一张黑洞照片背后的这样的一个团队，所以也是在研究引力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突破。所以我们来问一问他对今年获奖人的这些感想。Hello, Daniel Freeman, Dr. Daniel Freeman, we are Chinese Press, and we would like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Would that be okay? Yeah. I'll try to answer. Okay. You are obviously the special prize winner in 2019 in fundamental physics. So we would like to know, your field is gravitational. Well, my field is really particle physics. I learned gravitation somewhat late in my career. We managed to put together gravity with particle physics. That, I think, is the achievement of supergravity. Supergravity. Can you explain a little bit more to our general audience in China about supergravity? 就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讲，这位先生他的研究领域是超引力，所以我们现在想让他给我们解释一下他在这个超引力中间的发现。In ordinary gravity, there is a spin 2 field, which is the graviton. We added a spin 3/2 field, which has acquired the name gravitino, and the two are linked by symmetry transformations. You can't really separate them. They become unified. And then there's a second step in which the spin 3/2 field is unified with the rest of the particle forces, and you get a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all the forces of nature. We know that this year's physical prize goes to the EHT what's your first impression of the first black hole picture? When you see this picture, it's a technical tour de force. Yeah. I think it's just wonderful. We've heard from the prize winner today, he's obviously a very intelligent guy. Mm-hmm. I think they've opened up a new window on the universe. Oh, wow. Thank you. Yeah. Oh, boy. Oh. Good morning. Yeah.接下来呢就是 David Julia 戴维·朱利叶斯，这位先生是发现了痛觉的生物机制，什么？是 David Julia。我们待会儿为大家带来就是 David Julius 是这位2020年
突破生命科学奖的获得者，他为大家讲解一下他的发现。其实非常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在感觉痛的时候有一个背后的生物和神经的一个机制，他用他的研究可以解释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机制。最简单的来说，其实就是我们在吃辣椒或者吃薄荷的时候能感觉到热和冷，这些也都和痛觉的这个最基础的生物机制是有关联的。哦，好，李曼怡女士，对，曼怡丽，哇，对，哦，等一下，我们现在首先采访这位女士是生命科学奖得主李曼怡女士。Cantonese, 广东话 I say 听不懂，say 听不懂 So what's your when you know you are winning the breakthrough prize, what do you feel? I was very honored and very delighted and very happy, and that's what I was identified as the winner of one of the breakthrough prize. Well, I tried to read the reason for your nomination, but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that much. Can you give us an elaboration of the reason? Right. So you know that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And that affect people that are older. Old people develop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memory and movement. And so like Alzheimer's disease and Parkinson's disease. So over the years, we know that those diseases are characterized by accumulation of these misfolded or bad proteins. And so what I did was to give a molecular phase.To these pathology. So I showed that neurofibrillary tangles, for example, are comprised of the tau protein. And so we did it for Alzheimer's, for neurofibrillary tangle, for Lewy bodies, and in Parkinson's disease, and also TDP-43 for another dementia, a second most common dementia.Let me translate that. Okay. 所以刚才李曼怡女士刚才讲的就是她的研究是在退行性疾病方面的这些研究，因为她发现退行性疾病包括像是阿斯海默症啊，就是老年痴呆症，以及是亨廷顿或者是帕金森综合症这些，它就是在人渐渐衰老的时候，你会出现记忆衰退，甚至影响到你的行动。然后她的研究发现呢，是因为蛋白折叠出现紊乱导致了这样的疾病，所以他们现在有一种方法，就是让这个蛋白折叠是正常的，就是可以让你保持年轻和健康。所以我们下一个问题。Dr. Yong Shen in Hefei, and so he was recruited back an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mount a major effort and on to study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and so he's in Hefei. And then the other person I collaborate a lot with is Dr. Nancy Ip.And she is at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UST. So we have a collaboration, ongoing collaboration. Okay. Yeah. Actually, we know that there are few women scientists in this area. So what do you see about women scientists' power? Well, I think that we need many more women to go into science. And I would say that to some extent,I would say that among the women scientists and in the U.S., I would say that Chinese are more represented. So there are more Chinese who are women scientists that are successful in the U.S. than some other nationalities. And I think that Chinese and always like science. And so whether men or women, they like to do science. Yes. Yeah. So what's your future plan in your research? Could you? Right, my future plan, my research, I want to spend the next 10 years trying to develop therapies, because now we know enough about animal models, about biology, about the pathology in the brain, and now is the right time to take all of this information and then come up with therapies. And in fact, several companies now are using our models and doing exactly what I just said, trying to come up with therapies. Okay. I think they will be successful. 好，你还要问吗？
Hello, Professor Li. And can you tell me the reason why so many difficulty in developing AD drug? And how do you see the China AD drug that's approved recently?Right, I think that the whole world needs to work together because, you know, Alzheimer's disease affects Chinese and Americans and anybody who's old. And so you have a higher chance of getting the disease. And I think that, you know, being aware of it and then working together. And, you know, so for example, I think that for clinical trials, it's important to have large number of patients. And I would say that the U.S. and China have largenumber of people, larger population, so they would be very good and for clinical trial studies, for example. And how do you see the China, the basic research recent year? Yes. Yeah, I think that China is now investing more in science, and I think it's really very good that they're investing some more resources. But I think it'll take time, and they're actually moving faster than I anticipated, which is terrific. And I think that, you know, in 5 or 10 years, they're going to be, you know, a major player in science. Yeah, yeah. They're doing very well. They're investing money,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recruiting people that with talents, you know, and there are a lot of them.Yeah, and actually many of my trainees are going back. Oh, yeah, wow. Yeah. I hope we can see you more and more in China. That's right, yeah. That's right. Yeah, thank you. You're very welcome. Thank you so much. You're welcome.好，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年新视野奖的得主陈协，她是一位物理学家，也是一位女性。那我们来听一下，从她的角度来看，她的获奖感言是什么？你好，你好，我们是那个，我是彭泰，然后这边是新浪科技的一个，对，你好，我想先问一下，就是您对今年获奖有什么样的感受？挺高兴的，因为我们做的东西属于比较基础的理论，所以能得到这个认可还是很高兴。能够简单介绍一下您的一个研究吗？我的研究是属于凝聚态理论，就是关于材料的这种理论，但是我们做的这种课题属于比较基础性的，就是从基本的量子力学的原理去预测说有什么样可能的特殊的量子材料存在。我们做的一些属于叫做 toy model， 就是比较理论化的模型，然后预言说可能有一些超出以前的这种大家对材料理解范围的这种新的材料的新的现象的这种有可能存在于多体量子系统中。所以虽然这些材料现在在实验上还没有完全被实现，但是作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来说，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个结果吧。我不知道这个你的这个研究会不会涉及到量子计算机这样的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你对谷歌量子计算机的出现是什么看法。谷歌量子计算机，我对他们的结果有一些了解。当然我不是他们团队里面的，但是他们就是在这个超导量子这个体系的实验方面，应该说是取得了一个很大的进展。他们在对这个超导量子比特的操控方面，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所以他们能达到他们所谓的这个 quantum supremacy 的这样一个结果。当然对于一个实用的量子计算机来说，这还是一个非常初步的一个阶段，但是 hopefully 在今后的日子当中，能把这个如果能把这个系统做大，做得控制得更好的话，那么能实现真正有用的量子的算法。那这个你说今后的话，它会在应用方面有哪些突破呢？在应用方面的话，我们会看到它有哪些作用？量子计算机它的应用是非常广的，就是如果真的能做成大型的可以容错的量子计算机的话，那么大家已经知道的比较著名的应用，比如说它可以去破解一些密码，然后可以做搜索也比较快，然后同时它还可能用来的一个
用处就是来模拟一些量子系统，比如说模拟小的分子，或者是一些蛋白质的体系，然后或者是一些量子的材料，在这些方面它都有可能带来比经典计算机很大的优势。但这些应用都需要首先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可操控的量子计算机。那如果是这样子来说，它可以非常快速度的破译密码的话，那么像区块链或者比特币这样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吧。这个我不是严格的清楚，因为量子计算机能破解的密码是一类，是某一类，有一些密码系统是基于这些算法的，所以就会被它破解，但并不是所有东西都会被量子计算机破解。而且现在也有很多的研究是研究关于量子计算机出现以后怎么来保密，这还是有很多的经典的办法可以做到的，因为量子计算机并不是万能的，所以如果能把这块研究清楚，然后找到实用的办法，而且把它推广开的话，那么其实并不是说量子计算机会使整个系统都崩溃掉。对，所以其实您主要研究的方向是材料方面，托普和材料方面，对吧？应该说我做的主要方向叫做量子多体物理，就是很多个量子的单元组合在一起以后，然后研究它可能出现的效应。那么我的研究会运用量子计算方面的一些量子信，特别量子信息方面的一些想法和一些已经知道的结果，或者以它作为这个 motivation， 作为一个研究的动机，然后结合凝聚态方面的方法理论，然后去研究这个大的系统。因为从根本的来说，凝聚态和量子信息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在研究所谓的量子多体系统，然后这种系统因为没有很简单的办法去研究它，所以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理论体系。那你觉得我不知道你对，比如说当然你研究，我不太了解，就是特别小那个叫什么来着，想没关系，我就突然想不起那个词了。您说就是什么呢？研究材料方面非常硬、非常小的那种材料。半导体。芯片。芯片，对，这些对，就是你的研究方向的话，会对这些应用产生什么样的这个意义吗？或者是？我现在直接做的东西不是说直接就有应用或者是能直接转变成产品，这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因为我们做的这个方向是属于比较基础的，属于跟数学结合的比较紧，从理论上去预言什么东西原理上是有可能存在的，至于它在什么样的系统中最终能实现，这个是有可能是需要很多的努力才能去发现的事情。当然运气好呢有可能找到，运气不好也有可能就是很难发现。但是因为就是这些材料它的这些拓扑的性质，有可能它会对量子信息的存储和量子计算能带来更好的保护，所以在这方面大家是有这种 proposal 的，有这种有这想法利用这些拓扑的材料去做这些应用。对，当然这个还是很遥远的事情。科学方面的问题，现在我想，因为我们这个是新浪的直播的环节，所以就是有很多中国的观众在看，当然也有很多中国的学生，大家可能会非常关注一个学霸的成长的路径。你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那当然是学霸了。能简单介绍一下学霸成长路径是什么样的吗？没有，一直研究物理，从小喜欢物理吗？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很不一样的，然后每个人的成长的这个路径和成长的轨迹都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的经历也只是说是我的经历，然后但是我觉得您的经历比较像普通学霸的经历，就是成绩非常好然后上清华，是这样子吧？我从小成绩挺好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也没有说从小立志要学物理，特别是没有从小立志说我要学理论物理。我觉得这一直到我可能一直到研究生了以后，我才明白说可能这是一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职业路径。原来只是觉着理工科还可以，但是没有对自己没有
很明确的一个规划。然后不小心得了个大奖。我觉得这个就是从我开始做研究以后，然后觉得就是这个我自己选择的做理论物理这条路还是对于我来说一个我也比较喜欢，然后也有很好的老师的指导，所以应该说比较幸运吧，但是以后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非常谢谢。 OK，哦，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那个，就是我知道您当时的就是研究兴趣方向，就是发生了好几次转变哈，就是，哦，您能谈一下吗？还包括的话，就是您觉得这个领域的话，还有哪些就是您就是当有些挑战，或者您当时遇到的一些问题？对，就是我确实从本科开始，一开始是做学材料，然后转到物理，然后又从天体又转到量子信息，又转到凝聚态。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成长过程中慢慢对自己了解了以后，然后跟从对，就是很多时候是试了一些东西，然后发现不喜欢，然后就换了。然后换的时候其实没有想太多。因为从材料系转到物理系，不是一个很 obvious 的一个选择，但是觉得自己喜欢，所以也就一头就扎进去了，相当于没有想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家长啊或者社会啊会有。一些观点说什么样的职业路径是好的，什么样的东西是正确的，但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到最后只有自己知道。然后就是我们现在很幸运的就是能有很多机会去做自己的选择，这个时候就是如果对自己了解的比较明白的话，那么就能选得更顺一点。我知道你也很关心就是女性科学家的一些就是发声嘛，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在美国这边作为一个亚裔或者就是一个亚洲人的面孔出现，然后会不会有受到一些就是不一样的对待，就是这种感觉？哦，我觉得我还是很幸运的，包括不同种族之间，包括不同性别之间，那么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全社会要一起认识的事情。我觉得其实包括我自己都认识的不好，因为就是从小也不会觉得说我会想去做理论物理，直到长得比较大了以后会觉得哦，这也没有什么嘛，就是作为一个女生做这些东西也挺好的，然后也可以做得很好。那你是怎么看的，就是说如果想要让女性的这个力量或女性科学家力量更加的发出更大的声音，你觉得会可以从哪些方面就是来做吧？我觉得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说硬性的东西上有很明确的限制，其实现在大家上学的机会啊，考试的机会啊，都是有的。很多时候是一种软性的压力，包括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家庭和社会对他的期待。所以如果大家从心理上能更接受这个，而不是比较抵触这女生去学理论去学工程啊这些的话，我觉得都会好的很多。谢谢，非常感谢。好，那待会儿里面见。来，对 ，OK， 刚才就是我们的新视野奖的这位陈协物理学家为大家带来的他对学习路上的一些感悟和体会，还有他解释他自己做了什么托普学材料，然后把他所学所想的全部揉到了一起，真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青年科学家。好，那么现在站在我们旁边的是事件世界的望远镜的这样的一个团队。OK， 是陶景轩，就是天才数学家 Terry Tao。好，我们现在把麦克风递给他。Hi Terry. Hello,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see you again. Oh, yes. Yeah. Okay. We have science, journalism.
or here from China. Okay. And they have questions for you. Okay. Can you introduce your main research? So I work in various areas of mathematics, mostly number theory, the study of things like prime numbers, and also wave equations, things like the study of water and other fluids. My interests change every few years, so every few years I'm doing something different. And as we know, China many so many Chinese people love Mars. And can you introduce and some method and how late I let children love study Mars? Right. Well, for me, I loved math competitions, so I competed in a lot of these. They were like a sport to me, and it was a lot of fun. I think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interests. So, I mean, some people do research projects. I didn't do that as a kid, but those are very good. Finding the right teacher somehow is very important. Like the right teacher can really give you the right enthusiasm. I had some retired professors who would spend some weekends with me, just very relaxed. We would have tea and talk about math, and it was a lot of fun. Finding the right people to talk to is just really important. I have a question. Do you see numbers as numbers, or do you see numbers as pictures? Numbers to me are numbers, but when I think about math problems, sometimes I try to think of it in terms of something physical. If there's some equation to solve, maybe I can try to think of it as maybe water waves crashing against each other or different sounds. I mean, you always are looking for analogies from physics or economics or computer science. So a lot of what I do is sort of translating a concept from one area to another, and so just yeah. Did you just say that your new research field is something to do with water flows? You're trying to calculate water flows by using mathematics. Right. So yeah, there are these equations that govern the evolution of water, and they work pretty well, and we use them to model ocean currents and so forth. But we don't know whether they are completely stable. Like it could be that if you have just the wrong initial data, that the fluids might create like something very unstable, like an explosion or singularity. And so there's still an open question whether this actually happens or not. So that's one thing I'm working on. Question: do you have any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And how do you see the developer, China Mars development recent year? China what? Mars development. Yes. China certainly has become much more of an international force in mathematics, certainly. The top universities in China are at the same level, I think, as top universities worldwide. I've worked with several people from China. They're excellent. I haven't visited that often, but I visited once or twice. I think that they've really caught up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If you go to a mathematics conference right now, there'll be many, many top Chinese speakers. They've really become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community. Yeah. Thank you so much. Can you please move over to this side? Very quick question. So sure. We're from Sina.com, and we're live streaming this red carpet for thousands of, maybe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Chinese audience here. Wow, fantastic. Yeah. So just give me 1 minute, I'm introducing him. 这位呢，就是今年物理学奖的这个大奖的得主，就是他是在代表事件视野，合作组织这个团队的347名科学家来旧金山领奖Shepard Doyle 他将为大家带来说他们怎么来制作全球世界上第一张黑洞的照片背后的故事。I don't really know who's going to be the main player, but I know that we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many nations in order to pull this off. The technique we use, turning the Earth into a telescope, really requires cooperation from all countries. So I think that China will absolutely play a role. What do you think China will play? What's the role of China? If we go into space, then I think China has great expertise in space. Mm-hmm. If we start building new telescopes, then I think China has developed expertise in that too. So we would definitely want to work with all the scientists in China on that. Mm-hmm. So
want to know a very simple question. How many telescopes are there all over the world for your observation of the black hole? When you add more telescopes, if so, which country? Right, so the first time we made an image of the black hole, we had 8 telescopes in 6 geographic locations. And now we've already built out another 3 sites. So now we have 11 telescopes. And what we want to do in the future, beyond making even better still images of the black hole, is to make movies. Because if we make a movie of a black hole, then we can see it develop in real time and understand how it digests matter or in its environment, you know, how it launches jets from its north and south pole if it's spinning, and how it can evolve with a galaxy in real time. Wow, so that's your next step. We want to observe by moving pictures. Exactly. That's right. So we know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corporations from China institutions are involved in the EHT. 16 scientists from China, is that so? Well, I think it's actually more than 16 scientists from China. I don't know exactly how many scientists there are because we have new people coming in all the time. But we have a number of people from China who are working not only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ata, but China is also supporting a telescope in Hawaii, the James Clerk Maxwell Telescope, through a group called the East Asian Observatories. And that's a very important telescope for us. So China is working with us on the data analysis, but also on the telescopes themselves. So besides observing black holes, are there anything else in the universe that you plan to watch or look? So the Event Horizon Telescope is so powerful that we can look at a lot of different objects. And so one of them is we can look at lasers in the sky that are formed in the atmospheres of dying stars, for example. And it might be possible to look at stars as they're dying with the Event Horizon Telescope. That will be in the future, maybe next year or the year after that. We know that it took 2 years to make that picture that astounded the whole world, amazed all of us in April this year. Yeah. So do you foresee any improvement in technology in terms of data analysis to make this process faster? That's a great question. So it took us 2 years because we were checking everything and then checking it again and then checking it again. In the future, now that we know how to do some of this analysis, I think it will become faster. But we'll be taking more and more data as well. So we'll be increasing the bandwidth of the observations, using more telescopes. So there will always be a tension between how much data you can analyze and the computational power you need to analyze that data. But I think as we move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to making movies of black holes, we'll be able to solve that with better technology and with technology improvements. Yeah, I'm sure you've heard of that telescope in China, FAST. FAST, very famous telescope. So FAST is a great telescope, but it operates at too low a frequency for the EHT, so we can't use it for the EHT, but it's going to do some amazing science. Right. One of the projects for the breakthrough is the Breakthrough Starshot and Breakthrough Listen. So for Breakthrough Starshot, they are aiming for Alpha Centauri. Centauri. Have you observed, have you looked at Alpha Centauri? Can you tell us the stories that you've seen? Yeah, so unfortunately, there's nothing for us to look at in Alpha Centauri because there's no giant black hole there. So we're only looking in the center of our galaxy and the center of the M87 galaxy. So we can't help the breakthrough Starshot. Yeah. But maybe there will be a breakthrough horizon. Maybe. I don't know. Yeah. One last question. Yeah. For you. There's a very famous book in China, Three Bodies. It's a sci-fi book. It's very famous. It's about a planet surviving in a star system with 3 suns. So it's got 3 bodies. Mm-hmm. So have you heard of it? I haven't, but I would like to get it. Oh, you definitely have to read it. I have to. I will. Yeah, go find out. I will.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so much. Hi, wow. Yeah. 刚才这个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事件视野合作组织的带头人，刚才给我们讲解了这黑洞的照片。下面一位呢，接踵而至的就是一位小明星，叫 Rachel 张玉琪。我们来了解一下，他今天到突破奖来，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表演？来，张玉琪。真是太美了，今天你这样打扮真是非常有意思，00后。
是啊。大概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吗？现在是在读几年级，然后已经是表演过很多地方了。今天到这个突破奖来也是为大家来进行表演的，带来了中国的声音哈。然后你能不能告诉大家你准备了什么样的节目？你们好，我是张雨绮。然后今天准备的是一首在中国的一个节目中诞生的一个歌，叫 Outside。 然后 Outside Outside 是你自己写的歌吗？对，是一首英文歌。一首英文歌。然后觉得应该跟今天的某些主题应该挺搭的，是和你可以往这边站一点点，这边对，这样免得我挡着你。对，是大概什么样主题的一首歌？它主题其实是讲了一个故事，然后是和外星人的故事，然后觉得跟今天有些主题应该还有一些共鸣，是在地球之外的东西。所以你今天真正穿着打扮也是稍稍有一点点的另类，是想要去配合这样的主题是吗？我觉得挺素的，还行。黑白是你喜欢的搭配方式？还可以，挺喜欢。非常好。所以你对今天到场的这些科学家呀，然后这个整个氛围有什么样的感想？觉得可以见到很多很聪明，然后和就有一些杰出贡献的人，是一个我可以假想成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哎，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把他们都想象成你的朋友，我相信他们也会觉得你是他们的朋友，尤其是在听了你的这个唱歌之后。我知道你是被叫成这个中国的 Taylor Swift， 因为你有非常爆发力的这个嗓音，真是能给我们大概哼一两句吗？在这儿给大家新浪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天的歌，这个 OK。Call me for the night, we fly in so high. My heart could cross the millions of miles. I'm going to the white, I'm going through the light, hearing the calling from the other side. 太好了，非常感谢。谢谢。然后预祝你今天晚上表演成功。太好了，拜拜。好，刚才就是我们看到的来自中国的小歌手张玉琪为大家哼了那么一两段，他也是非常大方的一个00后，说他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一首歌是天外来生讲外星人的。然后对，就是非常有意思。然后刚才问他说今天来这儿的感受，他说他可以在他的脑子里面想象他和这些所有的科学家当朋友，很有意思的回答。好，我们下一位是另外一位科学家。朱新文，那非常高兴，这就是我们另外一位新视野得主，数学家朱新文。我非常高兴能够见到你。对，你好。因为我也是成都人。对，我也是成都人。对，四中的十四中学历来就是产优秀的人才的地方。刚才请继续。对，我刚才就是也是问了说高中生嘛，他们可能就更多的就为了升学来学这个数，就是学奥数嘛。那这种就是这种体系培养出来，你觉得会比较适合做一些研究吗？就是你怎么看待这种培养的一些体系吧？就是反正我觉得这种功利的肯定是不好，但是就是说如果为了升学，我觉得学奥数就其实很多学那个现在学生没有兴趣的话，其实这个是对。可能对老师是折磨，对学生也是折磨。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你在十四中学这个以文科著称的学校里面怎么学成数学学霸的？以文科，十四中学虽然是历史悠久，以文科见长，但其实也是数理化，对，全面发展的嘛，并不是因为并没有偏科嘛，就是那就像北大以前好像也是号称说是文科为主，但其实文理兼。
技嘛。所以现在就是他们外界所称的北大的黄那个中国数学的黄金一代，几乎都是从北大数学系出来的。对，反正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其实我们自己当时搞不清楚，其实觉得我们当时觉得那些伟大数学家都是遥不可及的，现在，然后现在反正也都做出了一些成绩，所以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吧？你也太谦虚了。也对。伟大的氛围能够给你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在一起除了就是互相激励以外，老师这一块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有没有老师是激励你们来？对。对，这个我想可能以前他们其他人也都说过，就是肯定。对，我们以前北大有些老师吧，他们也就是有一个年轻老师特别杨磊的，可能当时是就是说话很有煽动性，就是激发了大家。意思是激发性。对，激发性。对。非常有激励作用。非常有激励作用，对对对。对，然后可能他眼界也很高，所以让我们就打开眼界，像大数学家看。是在鼓励你们追求更高的目标。他反正就。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数学吧。嗯，那什么是好的数学？这个也很难说，但是我想可能和各个领域都互相有一个是广一个是深。你自己的看法什么是好的？但是我自己当然是觉得美的数学是最好的数学。我发现数学家都喜欢用美来形容优美。那什么样是你告诉我你觉得最美的公式是什么？你最喜欢的？这个就很难说了，这就不用回答，就不回答。没有最美的公，就是最美的公式。对，公式因为很难说吧，但我更欣赏的是一些逻辑性，倒不见得是一个具体的公式，就是一些结构性的东西。对。刚才我们在跟陶志轩在聊的时候，他提到了说他现在研究的方式是用数学的方式数学来解释水流。流体。对，应用水。对。那你有没有你的这个研究方向有没有在应用方面？我刚才已经回答了这问，就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但是如果将来这个东西和其他领域产生了联系，我做的就刚才说的，就不光是结果吧，就是这种方法或者思想有产生联系，我也当然也是很开心的。你能一两句话提醒一下我们新浪这边的观众，您做的这个研究是什么？啊，对，做的研究，我做的就从这次得奖推出研究叫做这个算术代数几何吧，简单的说就是用几何的方法去研究一些数的问题。嗯，好，就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有没有特别崇拜的数学家或者科学家吧？对。数学特别崇拜的数学家，对啊，这个从古到今其实很多了。嗯，今天也给出前三个吗？对对。不像历史上有很多什么高斯啊什么的，我们这就不说了吧。但反正我觉得领域比较近，然后对我影响比较大的。Dreamfield 的一个Bernstein， 就是可能算我老师的老师这种一辈，这种对伯恩斯坦或者对。这两年跟国内的就科研上有没有一些合作和交流？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合作者都是现在都回北大了，一个是那个肖良，一个是刘若川，他们现在都是北大的数学。您未来的话就是说有没有考虑就是或者说有进一步合作，包括回国或者说怎么有没有可能还是在继续下去的，就现在还在不停的合作，这我可能这个反正看吧，就是看机会以后。好，十分感谢，恭喜获奖。好，谢谢现在呢就是科学家已经进场的差不多了，现在在陆续进场的实际上是硅谷的一些企业家，有些是我们能够叫出名的，有些是不能叫出名的，所以的话我们让镜头直接拉到这个红毯上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是谁在走红毯。
可能过去了。好，这一位呢是我们刚刚看过去的这位先生，也是一位得主应遗憾就是他已经走过去了，我们没有办法采访到他。下一步的话，大家很快就会看到，就是好莱坞明星进场了。好，准备好，所以这个时候我可能要闪开，让镜头主要对准这个红毯。
好，现在大家会马上看到的是好莱坞的明星在进场。现在站在我们前面的这几位呢，我暂时不知道名字，但是即将要进入大家视野的这个叫 Devika Bees， 是好莱坞的一个，是美国的一位女演员，她在《The Man Who Knew Infinity》这部剧中间有出现过，可能熟悉这部剧的观众一看她就会知道。好 ，Devika Bees。这位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位 Devika， 这位女演员。科学突破奖呢，又被称为科学界的奥斯卡，所以每一年都会有很多电影明星啊、电视明星、制片人、电影制片人、好莱坞的名人和硅谷的有名的企业家来参与，所以每一年都是众星云集，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和特点。这也是科学奖的一个传统，就是每当明星到场之后呢，就会站在红毯中间的那个圆圈来照相。现在因为还有一些明星在陆续的进场中间，马上会走过来的一位明星叫 Levadis Robert Martin Burton， 就是大家可能会非常熟悉 Lever Burton 的一个在Star Trek 里面的表演。好，这个就是 Lever Burton。
后也给大家预告一下这次会来红毯的剧的制片人，也是女演员和模特，以前在维密中间有出来，所以大家中国的观众可能会对他比较熟悉。还有一位是叫 Drew Barrymore， Drew Barrymore 是也是非常有名气的一位好莱坞的女影星。Drew Barrymore 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出名了，这是她在那个在 E.T. 就是外星人的那部工作就已经是非常的红了，那个时候。James Corden， 当然他现在还没有到，我们还在等待 James Corden 的出现。这一位非常有名的美国的主持人哈，也当然也是制片人，也是comedian， 就是一个脱口秀的一个演员。他非常有名的地方，他非常有名的 show 在于 The Late Late Show， 是个美国的晚间。这个夜间的访谈节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主持人，所以 James Corden。 但是今天还会有一位大明星出现，就是 Alison Janney。 Alison Janney 在中国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她的名字，但是有一部剧是非常有名的，叫 Mother，就是最近我和我朋友都喜欢刷这部剧，就讲一个妈妈和她女儿之间的一个故事，这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Alison Janney， 她是演妈妈的。即将走过来的这位呢是 Salman Khan， 对，这个是汉学院的这个创始人，这主要是在做网络教育方面，我们会问他一两个问题。诺顿在最前面。哦，当然我们马上也会看到爱德华诺顿马上也会走过来。我们现在马上走过来的是在中国人他也是这个突破奖的常客，过来走红毯，去年就见到过他一次，今年又来了。你这身旗袍真是太美了。能和我们拍张照吗？我来，我帮你。这个突破奖最有意思的地方会是不是碰到一些明星？对，所以刚刚走过去的是邓文迪 Wendy Deng， 然后在英文世界的话，大家也知道以 Wendy Murdoch 著称。好，我们下一步马上给大家预告的就是，这个汉学院，这个是非常，就是如果家里有小孩喜欢去补一下数学什么的，就是非常有名的汉学院的创始人Salman Khan。红毯上大家也是在等待 Edwin Norton， 对，可能最有名。
Yeah, tell us why you decided. Yeah, well, Yuri Milner, who's one of the major backers of the Breakthrough Challenge, he reached out to Khan Academy about 5 years ago and said, can we do something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Because the whole point here is to inspire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so we said, what if we created a junior challenge where kids create content explaining scientific ideas in new ways? And Yuri loved it. And so that's been our partnership together on the Breakthrough Junior Challenge. So education technology is a buzzword, yes. I think, these couple of years, and it's getting hotter and hotter, even in Asia. So yeah. Can you tell us some of the trend you've obser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Yeah, well, I think a lot of trends people get excited at first, and then there's a little bit of hype, and then people get unexcited, and then later it happens. But I'm excited. You know, I don't believe in technology for technology's sake. I believe in saying, what's the ideal from an education point of view? And then, can technology be part of the solution for doing it? So can you use technology to personalize education more? Can you use technology to empower teachers? Can you use technology to connect students in new ways and to actually feel more human, not less? So that's how we think about it. Great.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Great. Thank and you. I'll see you in December. Oh, yeah, you're going to Udon? Oh, great. See you then. See you then. I can't really step closer.诺顿太多人要采访他了，所以他走得非常慢。Thank you.
hoping to the camera. Everybody's is. Great, this is the best kind of red carpet. So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science, and do you have any project doing about this science? I don't have any. I'm not a scientist, but I think celebrating the work of the people tonight's honorees have done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film or sporting event. It's like, this is the kind of work that's actually going to change the world. So what's your...
for you're a screenwriter producer now with a new movie coming out. Yeah, look, I don't think movies are not always the most important way to tell a story. I think sometimes you need to actually like point the public to the real people who are doing great work and celebrate that. Are you working on some project right now? What's your next? No, not right now. No. Nope. Just. What's that? Well, I'm presenting an award to Jeffrey Friedman, who is winning an award for his work in the biological sciences, medical sciences. Yeah. What's that? Why are you interested in China? Do you know that? We'll see. I mean, I guess so. I'm not sure. I'm a big fan of you. Can I take a picture? No, picture. Okay, that was great. Yeah. 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我们现在直播已经快到尾声了，就是在红毯这个环节。那么下面一步就会有，对，颁奖典礼就快好。所以我们现在马上就会看到的是 Taraji Panda Henson， 是一位美国的女演员，她那个可能我们中国观众最熟悉她的这个电影应该是 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 她长出来生出来的时候很老，然后越来越年轻，这位女演员是在这部Thank you.
好，现在大家马上就要看到的是非常有名的好莱坞女演员 Drew Barrymore， 她就快走到我们的面前了。我们不知道 Drew Barrymore 今天能不能面对媒体，但是我们试一下。Well, she is pretty. And look at you. I love your outfit. Well, this is my trademark. Nine years. 9 years trademark. Wow. I'm chairman of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in Miami. So I don't look that smart, but I really am. No, yeah, you look. Oh, they've been married now 25 years. She chose well, didn't she? Thank you. Good choice. It's wonderful. Have a nice day. You too.红毯真的拖得有点长，里面一直在不停地催大家赶紧进场了。但是我马上就要看到你们，我们今天的那个表演嘉宾 Lenny Kravitz。要叫来。哇 ，Mark Zuckerberg is here as well。所以这小扎在 ，Hi Mark。哇，主要是着急进场，这 Lenny Kravitz。好，这个扎克伯格夫妇也来了，今天也到场了，非常不错。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2020年这个科学突破奖在旧金山的硅谷举行，我们现在的地址呢是 NASA 美国航天局。出资人、赞助人就包括米尔纳和Julia Mio， 谷歌的创始人，还有 Anna Wojcik。当然最模特儿，哇，谷歌的 CEO 也来了。谷歌的 CEO 也在场 ，CEO 肯定也不接受采访。嗯，可以问一下啊。可以看一下。哦，这是个印度人。Sundar Pichai。Mr. Pichai。
excited about. You see the roof, the ceiling? Right of our wheelhouse. This is a lot of stuff. People who spend their lives pursuing their passions. I'm excited to see it happen.站在我们旁边的是另外一位出资人 ，Animatronics 名下的企业是 23andMe， 中文呢可能暂时没有翻译，但这个是这家公司是他创立的，并且现在正在自己在当 CEO 管理。Maybe you can quickly say hi to China fans. Is that good? Yeah. Thank you. Your sister. Yeah, we're all. What does she want? Do you want me? Yeah. Okay, cool. I'll be right back. Okay. So, 刚才是 Anna, Rihanna. Oh my God.刚刚跟我说是那个对。Oh wow. Jim Corden 来了。是主持吧？对。时间也比较。没有，真的没有。这也是好莱坞的 system。我们在等最后一位嘉宾的，嘉宾是谁呢？这是。
对，大家就还在最后期待着最后一波的好莱坞明星望我。非常有名的女演员以及电视制片人 Tim。三间稍微多一点 ，Tier Banks 在那边。嘉宾有哪些？至少我们在红毯上看到的 Mark Zuckerberg 这以及 Priscilla Chen， 还有 Camilla 以及Julia Mina 这两个呢，我们最有名的可能 Edward Norton 以及 James Cohen， 这些都是非常亮眼的一些明星，即将要过来的。然后我们今天还看到好几个名，然后当然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看到了非常多的中国的科学家，其中有两位年轻的新视野奖的获奖人，还有去年的突破奖的硬科学奖大奖的获奖人陈志坚老师。所以在今天我们这个红毯的中国来的科学家都进行了交流，这是举办来就之所以这些流行，所以在这样试了的霍金教授来作为他们的这个科学家的这个 board 上面的首席科学家。那霍金教授的领导下呢，突破奖就发起了突破聆听和突破射星两个计划。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突破射星这个计划，熟悉中国科幻小说的这个听众和观众可能会有这么一点点印象，就是说对，用非常小型的加速器加速到《三体》这本书中间，其实已经出现过。而现在这么大的这个飞行器，就像用激光把它加速到光速的五分之一，飞行器的大概有20光年的这个样子。当然，观察这些都是现在科学突破。但是，当然，霍金教授很不幸过世了。我们还想要听到这个突破奖。11月4号还会到大学进行聊，他们在探索外太空。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到了最后一位，说一声再见，也非常感谢大家现在的到，谢谢大家。